真好，贼大家子，真好啊！咱家年头真是，你说这朋友弄家，老婆弄家，只有这亲戚，他家不了。为啥呢？这血管里头流的，他都是同一种血，叫血脉相连，大半骨头还连着筋呢。哎呀，所以说这亲戚走到哪儿，他都是亲戚。是亲咱们讲，我也说这亲戚真是这叫黄连不干着，就是同甘共苦。 天伟说的不错，啊，这是这么理儿，是这么理儿。所以说，只要亲戚有事儿，我只要能尽力，我绝不说个不字，我有十分力，我绝不出九分。哎，你今天来还有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喊大姐，我这光瞎掰，我那正事儿都忘了。我这上次赶忙问您借了3块钱，都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还呢，我都不好意思跟他拿来，谢谢大姐大姐夫。哎，谢什么呀？ 一个姓秦么？哎呀，一个姓秦么，点点灯了，你非得朝虚非虚非点非点非面瞧不行啊！你干啥去你？干啥去？干啥去？杀人了！抢劫了！你给我说，你躲这儿来了你？爹，丁强，你咋来了你？哎哎哎，可不敢！你说，可不说，可不敢！你把我钱都拿里去！钱呢？不说不说，说说，你说不说？那这孩子一来就懂事儿，你这。 有话好说，钱呢？上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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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下来！哎，你别别别上人呢！你说我们家钱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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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把借我的书，那个钱都哪儿去了？好几万呢！哎，钱呢？借我的书，哎哎，好几万呢！你把它弄哪儿去了？你有话马上说，你看你衣服我扯烂了，你我说哈，我跟你说是，我换钱了，我你。 你还你借了你，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，你把我们村子里的钱借了个遍，人家都追着我们要债。你带的钱走了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咱爹脑子转得快，你这辈子甭想见到我们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你还是不爹挺好的，没啥事儿嘛，没钱是我命大，我们老丁家弄到今天这个啊，都是你小子给害的啊！当初你说你有钱给我们盖房子啊。 我才把女儿嫁给你的，对对对，谢贝给我，我明明就是假恁家来了嘛！你看，混蛋！哎哎，你欠一屁股债啊，管你六叔的，借那么多钱你先还你姐姐了啊！你把我们娘俩，哎不，把我气的，你把我爷俩害苦了都啊！啊，你这包车里多债来着？来来来，钱呢？把钱拿来，钱呢？钱钱钱钱呢？我。 他跟他说我跟你说这事是怎么回事，俺表姐那欠他，这借的时间也太长了。我说这不还说不过去了，咋回事？我是怎么想？不换这钱，咱门亲就算断了，对吧？哎，不是我说意思啥呢？你再有个灾有个难，你说你再砸掌口，砸了人家。你那就是来干嘛来了？就是为了还钱吗？哎。 这等百姓去摆动手，哎，说什么说？哎，不，我告诉你，反正我们俩这是回不去了，就靠你养着。这些都是因为你害的，我不管，反正你养我们，等你挣了钱才能回去。对，我跟恁说，恁这就不对了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当初恁盖房没错吧？恁逼着我到处借钱没错吧？恁借完钱，你让我一个人还，这就错了吧？不靠你靠谁啊？ 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啊，你就指望着你老婆和你老丈养活你啊？啊？不是，你就指我们养活你？你还愣着干嘛你？哎，我对，恁坐呗，那再动着啥身体？哦不，不愣不愣，爹，那啥，那先坐着哈。
我找点水。走走走，你去。告诉你，挣不到钱，别回来。哎，丁香，不是，那少儿水，有点水给点总这儿喝。 哎呀，没想到天伟这么快就把钱还上了。那就是他找着辙了。有钱了就把咱们钱给还上了。其实天伟也挺不容易的。我也怪他自己，你说没钱，你干那么大那么好干嘛？那是要面子。现在还钱了，债啊全堆他一个人身上了。我跟他说，这车了人呐。 他审客团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你先别扯别的，告诉我有没有找到工作？那是白气，这事儿他没有那么坏。怎么的？让我们父女俩跟你喝西北风啊？快别说话了，你喝吧，你喝吧。哎，你干啥？一说话就动手，你这。 我告诉你啊，我把女儿嫁给你，可不是跟她吃苦受罪的。我作为老丈人，也不能天天待在这个鬼地方啊！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活着，就得想办法弄钱去啊！别忘了啊，我们可是因为你欠了一屁股债，才闹得有家不敢回的。 你欠一屁股债，恁欠几屁股债呢？我这也是给恁家盖房子才欠下的嘛。你不怎么的，还怪我了啊？你有本事还用借钱盖房子吗？我有本事，我给你当女婿。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不，你还敢顶嘴呢你？没啥事，你喝酒喝酒点，喝酒点喝酒点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是找亲戚借，也得把这房子给我赎回来。 要是弄不回钱，赎不回房子，今后没有好日子过。哎，我不是要饭。你走走走走走，别推要去，那念着我干啥来？你不知道他姓我。 行，那念着我，我在这门儿找干活呢，上别的要去，走。叔叔，快跑！咋了？贩子，要贩子！我也没干坏事，你追我干啥嘞？就是你，别跑！我不是要饭嘞。 累死我了！恁俩老跟着我干啥来？啊，才这么点儿！哎！我跟你说，这今天烧，咱慢慢收敛了就妥了。你这还今天打，今天的，明天不够，明天再打。住口！哎，爹！哼，像他这种人呢，一天打的拔腿也白扯。 生就得骨头，长就得肉，没出息。丁香啊，把你嫁给他呢，爹呢，对不起你啊。我说，不行啊。
婚啊？离婚？不想离吧？我不想离呀、啊！我太想离了！我今天我明天就离，明天就离，我要不明天就离？不，离婚之前，你得把那房贷给我还了。啥呀你？那房子那离婚是恁家的，你让我还钱，你真的是。刘天伟，刘天伟呀、啊，那个欠条可是你亲手写的啊！我知道，那不也让恁逼的吗？被逼无奈吧？你什么？你还被逼无奈？谁逼你了？当初是谁啊？把我们家门槛都踩烂了！别提了，当初谁知道你？谁找你功夫这么高？你当时你多温柔，多善良啊！你，哼，你现在钱都挣不回来，你怎么叫我对你温柔啊？行了。哎，丁香啊，我有个办法。爹，什么办法？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？牺牲我一个，这个幸福一家人吗？嗯。我说啊。你就牺牲一下吧啊！那别开玩笑了，那有的干啥呀？我别牺牲了，我贱命一条，我这命也不值钱。饭桶，废物，就能饭贷。你要真能有点钱来，把那房贷还了啊，也算是不枉和丁香白夫妻一场。天伟，我把青春都给你了。你就牺牲一下嘛，好吗？牺牲不就是死吗？你牺牲一下是啥意思？真不中，我跟你说，这是我的窝囊废啊！你等，不是你，不是你这么没出息，你啊，这不成啊，这是你，让你走就走。真不成。你说，这不是开玩笑，这万一我出去，这出点事，这是大事，这是害人害己，这不缺德吗？这是，我确定我还缺钱呢啊！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啊！你的命能换出点钱来啊，也算白不白活一回。我跟你说，真是，我跟你说，咱再商量商量。我跟你说，这都我没准备，你这你万一出点啥事，你可咋整？你我丁香，你说万一我出事，你咋整？对不对？你放心好了，我随便找了个男人都比你强，去吧去吧。什么这不中啊？这个哎，没出息没出息，到死了还没出息呢！你给我。也没什么事儿了啊，这两千块钱算是我
算了，我先垫上他吧，没什么事，我再走了啊，我走了。哎，你不能走！干什么？你必须把那个撞我爹的那个人给说出来，我才让你走。大嫂，把手撕了，好吧，把手松了，咱们好好说。什么？你慢慢说，大嫂，还大妈呢？你到底说不说？嗯，你肯定和那人是一伙的，你们两个人合伙起来谋财害命。 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？怎么我们跟着前世无冤后世无仇的？你就是那个祸害！你别干什么！我看见你喊他了，你到底说不说？你我不认识那个人呐！你到底说不说？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把那个王八蛋给交出来的话，我今天跟你没完！你没完，你能怎么样？我把你送到派出所，把你们关上半年，看你还说不说！ 你说啥？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说啥？爹，你放心好了，你撞成这样都是那小子害的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爹，你到底想说啥？ 钱之前赔房钱，爹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他们赔钱啊！高高的要，狠狠的要，多多的要，我一定跟他们要啊！你放心好了啊。 没有了都红了，嗯，红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不是，是不是哪个女人亲的？哎，这胡说什么呀？这是，妈，您看这不抓的吗？这不是，跟别人打架吗？打的？哎，在哪儿疼？ 你在外面惹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惹什么事儿啊？那没惹事儿，怎么会成这样啊？不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今天啊，我骑半截车啊，我就听见滋一刹车，我一看啊，那车灯停着，咣，一老头躺地上了。 忘着给送医院去了，这不是好人好事吗？怎么会被人打的呢？没让人打呀，谁打我了？你管这闲事干嘛？谁撞的让谁送医院？你掺和什么？撞人那人跑了，跑就跑，警察去管你，要你管什么呢？那撞人那人跟咱们要是有关系呢？啊？ 有关系，谁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比如说啊，撞人那人是咱们家亲戚，咱们怎么办？如果是咱们家亲戚，不能管。啊？得罪亲戚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呢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你要是管了，他赖上你，你怎么办？ 这话算账，你说着了，人家还就是赖上我了。不可能吧？您说您连车都不会开，那谁能赖上您呢？嗯。不，爸，您快说说，到底是谁把人家给撞了？谁呀？张德新。德新。
队里呢。啥？电瓶车撞了。这不是让我去碰瓷儿，咋自己把瓷儿给碰了呢？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的话，他还不在医院呢。你谁？你咋怪我嘞？你还你，这不恁爹出的主意啊？得让我去是撞车这那的，你自己给撞了，你让我自作自受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挺高兴的你？我不是嘞，我就说这意思，我也叫爹嘛，你这撞他跟撞我都一样，啊？你还不赶快去弄钱去啊？我上哪弄钱去？你哎，你咋不问撞人的人要嘞？那个人跑了，别撞了。都怪你，要不是你碰到事情跑得比兔子还快，你还不会被撞呢。你还不快赶快弄钱去啊！我咋弄去？你到底去不去？你不是你听我说，我这刚把大姐钱才还上，你这我再问谁借咋开口？你去不去？我不去。你到底去不去啊？你去，你请点人。喂，你好。只怕错觉。嗯，你等会儿啊。爸，爸，电话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德鑫呐，哎，我正好找你呢啊，啊，那好那好，我马上去，嗯，刘星啊，帮我拿件衣裳，干嘛去？德鑫在外边等着我。哎，嗯，千万别管闲事儿啊，先听他怎么说，然后你再表态，别强求。那人没生命危险吧？倒是没什么危险了，救过来了，那不就得了吗？该做的事儿你都做了，付多少钱我给你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了。德鑫啊，你这样做太不负责了，怎么着你也得到医院去看看人家吧，该赔的赔，该解释的解释，啊？得了，打住。这事儿你别掺和了，我明明都看见了，你让我装看不见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就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吧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憋得不行，我上车后边上个厕所，你等着我。哎，上什么厕所？你完事以后再上。你等等，我跟你说，你进去，那啥。你进去，你给留点面子，你别你也进去咋马虎的啊！快走吧你！弄得我给姐去，咱媳妇顶香。哎姐，姐，媳妇儿，哎，啊，这是你媳妇儿。哎，坐，来，坐，来，坐，买点东西。买啥东西？来，坐。天伟啊，来，坐吧。来，你坐。啊，媳妇儿，第一次见啊。哎，喝水。天伟，你有事儿啊？啊，就没啥事儿。也有点事情，我去让你帮个忙。帮什么忙？我找咱家都是好人，咱都实诚人。你看，这话我咋说呢？姐。不是为了我爹吗？他那么大年纪了，被车撞了，现在医院里躺着呢。
那人怎么样了？他现在昏迷了，医院住院要花钱，我这不着急吗？舅，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我，哎，有没有生命危险？啊，生命危险没有，那没有没有。我跟你说这事儿吧，也怨他爹，你这干啥不好？你非得你。飞来横祸的，没法弄。我跟你说，真是，你说这就走到路边上，那广告牌子下来，你给砸你头上。这是你要敢干这坏事，真的雷都能给轰着。不是，姐，你看哈，说是正事，我弄得你得，你借点钱，就借他爹还在医院躺着嘞。刘青啊，这救人要紧，你先把钱借给他们吧。哎，干嘛不找撞人的赔钱啊？哎，对，是啊，那人跑了，跑了。啊！当时我爹倒在地上，我只顾着急，忘开车牌号码了。你怎么这么糊涂呢？你还真是，我真不说你，你还，姐，可是有人看见了，那不就结了吗？你就让那个目击证人带着你们去认那个撞人的人。哎，别说你们住院的钱了，吃的花的他都得给你们赔。因为他说的对啊，哎，他要是不肯去，你就报警。哎，在警察面前，他不敢不说的。可是那人不肯说。他不说能行吗？他不说就是包庇，包庇也有罪。现在这世道了啊，谁肯带人受罪啊？我跟你说，他是撞了人，惹了官司，他就得赔钱呢。你看这，姐，可是那人也跑了。那啥，你看这是咋整啊？哎姐，那，哎，我咋说？我要知道，我刚把钱还给你，你看我这又来问你姐，可是你能不能再借点我救救气？刘青啊，你说你让我说啥呢？啥都不说，想着早点还就行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们东拼西凑的不是办法，现在关键是要找到那个目击证人。是你？是你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都是自家亲戚，这回你总该说了吧？姐，我说了吧，他不肯说的。爸，你别光叹气不说话呀。以为你少说两句。不是，妈，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？你说一定要找到那个目击证人，这不现在合适了吗？我爸他不就是这个目击证人吗？只要他说出来，咱们家那钱不也不用借给我舅了吗？不是爸，你既然看清楚了，你就把他说出来吧。那人他得承担经济责任，得赔给人钱呀。行，一会儿，你少说几句吧。啊？怎么？什么叫我少说两句吧？啊，这天伟舅舅，这是咱们家亲戚，他的事儿可不就咱们家的事儿吗？哎，外甥女，还是你说的对。哎，你干嘛要瞒着他呀？你瞒着他就是帮着他，难道他比我们还更亲啊？啊，不，不是，
不是。那既然不是爸，你就把他说出来吧。这事你提，人家扛什么呀？不是，爸，你到底看清了没有？去，少说两句，兄弟。姐夫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看清楚了。你看这事怎么闹成这样了？你说这，不，你看见，姐夫要没看见这事就算了。这，爸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？啊，这要搁平时的话，你早不就站出来了吗？以为有完没完？啊！你们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那样的啊！现在又怪起我来了。行，算我多事儿。走，我告诉咱不管你们事儿。哎，你看，咱这弄，也是他也是好心，没什么事儿。说什么你？姐夫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非得说清楚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可跟你没完。你看，哎，丁夏，我再想想。哎，对，你让他想想，你让他你们先到医院去照顾老人。等想起来以后，我们一定会告诉你们的。对，哎，是，你们需要什么帮助啊？我们一定帮。哎，需要用钱呢，我们也可以出啊。那钱我已经借给他了。哎，你看，咱这你看，姐夫都是好人，咱自家人，他能让咱吃亏，你还回去再说吧。你咋了？你先回去。那姐夫，你一定给我好好想啊！你快点啊！姐夫，慢点，姐夫，哎，行了，舅。你这，你说，这事怎么办呢？那可不好说。你平时都是你拿主意，这回更得你拿主意了。你看，刘天伟啊是你堂弟啊，张德新呢是你妹妹的小叔子。你说这，哎呀，你说亲戚怎么偏跟亲戚撞上呢？怎么办？所以得让你分分呢。啊，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啊。都是你们家亲戚，你说让我怎么办？找张德新。朋友有远近，亲戚有厚薄，不管怎么说，张德新他跟咱们隔好几层，天伟他不一样。再说天伟是从咱们这儿借的钱，如果张德新他要不负责的话，那钱咱们得一直借下去啊。亲戚之间啊，还真没法讲原则。哎，你明天去找庄德新，你跟他说撞的是自家亲戚，让他跟天伟他们一家坐下来好好谈谈，私了得了啊。那他要是不干呢？他凭什么不干？不干就告他。我都跟他说了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你要是不帮我瞒着，我就死活不承认。我不是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撞的是自家亲戚啊。啊，他要是不承认的话，就告他肇事逃逸。嫂子，你不用担心啊，我那个堂弟啊可是个窝囊废了，他可没那个胆子。你呀就随便应付应付，最多付点医药费不得了了。德行啊，要我说这事儿啊就是你做的不地道了。你撞了人你跑什么呀？啊，那有交警在那儿不是好处理吗？哎，你们不知道，我是迫不得已啊。我明明开得好好的，哎，他站在马路中间，怎么突然就倒下了呢？那就倒到我车轮跟前了。哎呦，你干啥呀？你这我跟你说啊，今天这事儿你皮绷紧点，咱爹的住院费啊，还有盖房子的费啊，全得给我说上，出了钱什么都别谈。盖房的钱？你啥？你的二娘？
那是亲戚，亲戚，是我哪门子亲戚啊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那是我亲戚，那是。你亲戚，你亲戚跟我又没关系，我八竿子都捞不着的关系。再说亲戚也是你们刘家的，关我们丁家什么事儿啊？我算啥？我问你，我算啥？你要不是恁爹非得拉我拽我上街去撞车，他先弄趟医院里头。你这要不然人也倒霉，砸破了恁了。你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别动手，这事你千万可不能说。哎，你别动手，说钱就跑没了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轻点，说都把耳朵撕下来。听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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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听了。你呀，我看大家都是亲戚。都是自家人，啊。对。这是自家人呢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是的，对吧？是啊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撞了自家人了。天伟呀，既然是一家人，那就好办。对，好说好说。啊，既然是自家人。就谈正事儿吧，你们说私了，给多少钱？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大家都是亲戚啊，不要一上来就说这些。你说不谈钱，谈什么？老爷子现在怎么样？在医院躺着呢，不给钱，不给钱，医院不给看病。你说不谈钱，谈什么？我先表个态吧。既然大家都是亲戚，呸！谁跟你是亲戚啊？你把我爹撞了那样就走了，你姓丁啊？啊，你姓刘啊？你什么都不是，你该干嘛干嘛去啊！哎，丁香，这就你不对了啊！今天大家坐在一起，就是和和气气的谈这件事情，不许吵架。对对对。丁香，那你要多少呢？五千。姐，五千派什么用处啊？五万。你疯了！你五万。五万。哎呀，丁香，我说你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。丁香，要实事求是，要有依据。你看我爹那个故宫费啊，住院费啊，护理费啊，还有什么这个费那个费，那老爷子早就干不动了，还要什么故宫费啊？丁香，你也不要太过分了，我护理费、住院费总是要付的吧？你再敲竹杠，我一分钱都不给你。德信，钱是一定要给的，至于给多少？那今天来就是大家在一起协商，对对对，好商量，好商量。商量什么商量？好了，哎，丁香，一口价，就五万，你干嘛随便打人呢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，我就要这么多。太多了，你们说协商协商，不就是不想给钱吗？谁也没说不给呀，但你不能乱叫价呀。五万就五万，一个子儿不能少。我看万八千的就差不多了。不行，就五万。我看一万，差不多。行行行，